出来吧，精灵抽抽球。这个球还挺可爱的，大宝，这是做什么用的？抽抽球，让他们瞧瞧厉害。怎么这么丑？大宝，快收起来！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棒啊？我肯定是做的最好的。谁会喜欢你那臭烘烘的东西？肯定是我的最厉害。切，那你的又是什么？比一比啊！嘿嘿，看我的传送阵开！这个魔法阵只要打开，就可以带我们瞬间去到另一个地方。哇，听起来好厉害！那我们现在是去哪里呢？我们现在……糟了，忘记设置终点了。我的东西都砸坏了啊！气死我了！看我不给你们点颜色瞧瞧！别激动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我们会陪着你的。我最讨厌小孩了，别说了，看招吧！哎呦喂，都说了我们不是故意的，大家别胡思乱想，瞅瞅瞧，出来吧！什么味道？好臭好臭！好晕呐！是啊，本来就是我们不对。哎呀，先让他冷静冷静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咦，好臭！可是我已经把臭臭球收起来了呀，是我们身上沾的臭气。天哪，受不了了，这简直就是行走的生化武器。好像确实有点臭了。看我的干干净净小手帕，快帮我们擦一擦。不臭了，白雪，你的手帕竟然连臭气都能擦掉，不错嘛。不过还是我的臭臭球厉害，我的手帕能把你的臭气擦掉，我的厉害才对。就是我的厉害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我觉得大家都很厉害才对。对，大家都挺厉害的。话说黑暗魔王怎么办？没办法了，等他醒来我们再跟他道歉吧。